所以今天你玩完第三堂，你也已几乎跟市场是98%的相似度。我今年19岁，我还是个学生，本身对期货是没有 experience 的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个新手，你来这边学真的会有很大的收获。这整个东西对我有很大的改变，尤其是对如何做交易，一些 step 1 step 2 step 3， 所以整个 procedure 让我更加的明白这整个期货到底是怎么样去运作。之前呢，就是觉得所谓的那个技术分析啊，还是新闻啊，是最重要的。其实，经过了这个工作坊过后，我觉得，要怎样去设计自己的那个投资计划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会推荐这一个课程给很多的人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课程。我是一个家庭主妇，我本来对交易期货是一概不知的。但是上了这三天的课程，我个人觉得获益匪浅，它也让我洞悉了真的是交易我们要有很好的计划，在我股票的交易上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在这个课程里面，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，好像在交易前必须做的交易计划，还有如何去停损，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课程。走完了，我们加油吧！